说何话老绅士，男生时常被教育要保持绅士风度，绅士是怎样的呢？今天几分钟网来教大家画一个老绅士。你将需要白纸、长方形卡纸、水笔。第一步，用卡纸在白纸上描画出一个长方形。第二步，在上方约三分之一的地方画一条横线，长度要稍微穿出矩形，作为绅士的帽檐。第三步，在横线下方画眼睛、眉毛和圆圆的鼻子。第四步，在长方形两侧画半圆的耳朵。第五步，在鼻子下方画向下弯的嘴。第六步，修饰细节，在耳际处画几根头发，帽檐上方约三分之一的位置画一条直线。第七步，把帽子上面的长条涂黑。留出两块布涂作为光泽。第八步，在嘴部上下画平行的弧线。下巴涂黑。上方也涂黑条状的胡子。这样，一个老绅士就画好了。你知道吗？绅士风度是西方国家，特别是英国男性公众所崇尚的基本礼仪规范。在社会交往中，注意自己的礼仪举止，风姿优雅，能给人彬彬有礼和富有教养的印象。